三国依，这个没有受过三国依的，要享受三国依，跟着我念就可以。二十里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。 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魔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贤，注重中尊。二十里成年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。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魔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贤。 注重中尊，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于中尊，皈依僧邪注重中尊，请看大经课注第五百七十页。 五百七十一啊，从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，幕后的第三句开始，意义清净，啊，深口随之。 与口业云呢，不及他过。前面呢，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啊，不及他过，这是事情。有德行、有学问的人士都会。 遵守的啊，那么学佛呢，尤其重视啊，佛法讲因果，事法讲道德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做违背道德的事情，这是他不愿意做的。 啊，属于道德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啊，但是那是好人。如果是恶人呢，他很难接受，他不相信。可是因果能规范恶人啊？因果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呢？ 一点都不假。英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？宇宙缘起，英国就跟着起来了。啊，娴受过死，望境还原观，那是讲《华严经》修行的方法。他讲的很简单。 很扼要，真不容易。那么大的一部经啊，他只是用很少的文字就把它归纳出来。这篇文章不长，全文只有六段，前面三段是今天所说的高等的科学与哲学。 啊，将宇宙缘起，宇宙的来源啊，万法以及我们自己，这里头有因果啊，宇宙第一个一年不除，没有原因。 那第二个因念不绝呢？是受第一个影响，第一个不绝是因呢，第二个不绝不绝是果。啊，因果从这里产生。啊，这就是欲迷于深念念不绝，回头也是一个道理。 只要一念觉悟，凡夫就成佛了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首先要知道佛是什么，这个要搞清楚。要搞不清楚，你就是迷信。啊，佛这个字。 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，啊，梵文的音叫佛陀也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把尾音都省掉，啊，就用一个佛字，啊，陀耶都省掉了，啊，佛陀耶。 翻成中国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觉悟的意思。为什么不翻成觉悟？要翻成佛，跟中国觉悟的意思相同，实际上还是有差别。他这个觉悟是彻底的觉悟，是圆满的觉悟，啊，而不是局部的，不是少分的。 所以实际上，在中国找不到相同的词汇，于是保留着原因。啊，音译再加以注解啊，所以这个觉有三种：自觉、觉他、觉性圆满啊，佛有智的意思。 智慧啊，智里面有根本智啊，一切智有道种智，有一切种智啊，他有这么多的说法，这是我们中国字里头没有的。 佛经的翻译，当时也造了不少字，这个“佛”字就是新造的。中国古时候没有这个字，没有人字边的“佛”有，上古时代甲骨文里头都能看到，啊，但是这个是个人，所以就用它的音加一个人，这新造的字，啊，专门给佛教用的。 啊，这字是从这么来的。<coughs> 那我们刚才念三皈，皈依佛、佛陀、两足中尊。啊，皈依佛陀，还是省掉一个尾音“佛陀爷这个意思不要了，皈依佛陀。啊，印度人都有这个尾音。啊，你说这个。 法大摩耶啊，身身切也，它都有个尾音，这尾音都省掉了啊。有些地方也有，不多见了啊。那么两足尊，这两组什么意思？很多人呢望文生义，把意思全搞错了，认为是两条腿。 两条腿里头最珍贵的啊，那就是人了、啊。中国人讲啊，“人为万物之灵”，啊，这个解释错了。这个“脸、啊”是智慧福德啊，足呢是满足，就是圆满了啊，智慧圆满了，福德。 圆满了，这叫两足众生。啊，在富与慧，阿罗汉有福慧，没足，啊，没有达到圆满。菩萨也有福，也有慧，也没有达到圆满。啊，佛是智慧跟福德了完全圆满的。 称呼，啊，所以才成了两足尊者，啊，在声门缘觉里面，佛最尊贵，在菩萨里头，佛也最尊贵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智慧跟福德在哪，从哪里来的？自性里头本来有的，不是从外来。 现在学佛的人很多，能把这个“佛”字讲清楚、讲明白的人不多，所以造成社会大众啊产生很多误会，甚至于很多排斥。那、啊、我们搬到这边来住，个别邻居，啊，我们在门口的时候贴了一个。 佛的名号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啊，他们就很不舒服。来说，你贴这个干什么？这个不可以贴。这个好像这家里死人才贴这个，啊，不死人怎么贴这个？啊，很忌讳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我就问他了：“我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你晓不晓得？”他不知道。 我说智慧你要不要？那当然要啊！福报你要不要？那当然要啊！我说这个名号啊，是圆满的福报，圆满的智慧啊，这么回事情啊，是吧、啊？所以我们天天求圆满的福报，圆满的智慧，我们贴在这里，常常提醒我们。那你不要智慧，不要智慧你就愚痴啊！不要福报你就贫贱呢、啊。 欲持贫见，你又不肯要啊？那怎么可以不要佛呢？啊，不要佛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福报了啊！这么样说了，他半信半疑啊。我说我们这天天在讲解，有时间来听。 啊，你听明白了，听清楚了，这才可以批评他了。如果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你这个态度对待佛啊，你对不起好人呐、啊。佛是好人、啊，有智慧、有福报的好人呐、啊，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他？ 啊，那么现在社会上没有把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的人，就开口批判的人太多太多了，要道听途说啊。当然，佛门也不好，这个我们自己要责备自己，不能怪别人。啊，佛门现在只有形式，没有实质。 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嗯、老师教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形式是外表。啊，这些形式仪规是为什么做的呢？是为戒严大众做的，不是为佛弟子。佛弟子要做出这个样子来给人看。 目的呢？目的是引导他入佛门。用佛谦虚，佛不敢说我可以做你的老师，不敢讲。那佛的学生在哪来呢？啊，学生要自己找来，你跟他学，那他怎么知道佛的好处呢？ 所以，佛弟子要做宣扬的这工作啊，在赞颂里面，音乐里头，在舞蹈里头，在一些文艺表演里面，用这种方式把佛陀的智慧、佛陀的功德、佛陀的德行啊，跟他的爱心啊。 演出来哦，让外面人看明白了，佛这么好，这里要清静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讲经有规矩啊，如果要照规矩，前面有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，长念赞福。啊。 读经啊，这没有正式讲啊。啊，做这些干什么呢？等还没有来到的，听经的有先来后到，等后面的人。啊，讲完之后又回想，差不多也要二十分钟。你看，一个多小时。 现在的社会不行了，现在工业社会，大家都忙着工作，分秒必争，到这边来听经，两个钟点，实际上只听一个小时，他不来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些规矩通通省掉了。 啊，非常简单的理解，啊，身坐，先拜三拜福就可以了。啊，跟大家一起一鞠躬，佛法家问讯一问讯，啊，这个理解省掉了。 啊，那么听经的时间就延长了，啊，两个小时，确确实实可以听到两个小时，啊，这大家欢喜。所以佛法，那佛是人，不是神，是一个有智慧、有福德的人。 释迦牟尼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：“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”这话说的多亲切啊！一切众生，个个都是佛家讲平等呐。又说。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啊，如来是佛是佛的别号，啊，一切众生通通都有跟他一样的智慧，一样的德能，一样的相好，没有差别。 那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的差别呢？变成十法界的差别，是迷了，是染污了，啊，才有这种事情发生。迷的最深，造极重的罪业。 这就下三途啊，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真有啊，不是假的啊。弥了，也早已没有那么重啊，这些人要到人道，到天道。 啊，天有二十八层天，越高越殊胜，福报越大，啊，智慧越高，但是他们出不了轮回。啊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情志。 啊，情志很难放下了。佛是千言万语，劝我们呢放下情志。啊，为什么要放下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情志也在其中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东西不放下，你不能成佛。 你不能回归到本来面目啊！所以人成佛不稀奇，是回归到本来面目啊，是应该的啊，人人都能做得到，佛法修行。 就像张家大师所说,说的六个字，不管什么法门，不管什么宗派，六个字说尽了。这六个字就是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看破放下。 看破是智慧啊，放下了所有一切烦恼、善恶业，全没有了，那就回到本位了。佛教人断恶修善。休闲 但是有一句重要的话：“断我不着断我的相，修善不着修善的相。”为什么着相就是业，跟自信不相应啊？自信我们经题上。 有五个字：清净平等觉。那是我们的真心，那是我们的本性。啊，中国老祖宗佛法没到传，没传到中国来，就说得很清楚：本性本善，本性本善。 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界上来，都表演过啊，现在是忘记掉了。人生百事，歧路真长啊，他的身体。 把真心、把永恒都表演出来啊，也就是婴儿三四个月的时候啊，出生一百天，没有人教他。 啊！你看他的父母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认生。啊，无论什么人接近他，他都欢喜。那个慈悲心是平等的，啊，爱心是平等的，没有分别的。啊，到他认生了就不平等了，烦恼起来了，啊。 他认得这是他妈妈，那个不是他妈妈，啊、他升起分别心，升起执着心了。啊，所以看出啊，自信里头第一得了，这个第一德就是爱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叫亲爱，最宝贵的了。 啊，婴儿时候，你看父母对他的爱，他对父母的爱，啊，再看看他对于所有亲近他的人，啊，抱的人，他都爱，他们有分别，他们有执着，啊，这是真爱呀、啊，这是自性里头本有的。 这个时候流露出来呀、啊。啊，我们的老祖宗看出来了，这个东西好，太宝贵了，啊，如何能叫这种真正的亲爱啊，永远保持而不会变质？ 就动这么个念头、啊，这个念头就是教育的第一个念头。啊，教育怎么兴起来？看到这个事实啊，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啊，论本性。 佛教全是一样的，本性是相同。本性里头有智慧，有爱，有德，啊，万德万能都在自心里头，不在外头。啊，中国人称为。 本心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我的善，这个善是赞美。本性太好了，他通通具足，啊，具足无量智慧，具足无量德能，具足无量相好，啊，没有一样他欠缺，啊，因为事实摆在面前，就是。 习相依，习性就被染污了。被染污的时候，他本性不做主了，慢慢本性就忘掉了，习性当家做主。啊，我们现在全是习性的，啊，习性进朱者赤。 见猫着黑啊，这就需要教了。所以，狗不教心难清。要是不教它了，会变坏了。变坏容易，变好很难。啊，这个道理佛讲的清楚。啊，佛佛教心理学。 就是发相为师啊，发相为识是佛教的心理学，啊，那么佛说心有三个，有两个意，三心二意，这佛说的，啊，三心二意都不是真的妄想。 阿赖耶是忘心的根本。阿赖耶的作用，就像仓库一样，所以它也叫藏识。啊，我们所作所为，那些资料啊，全在这个里头收藏，一个都不漏掉。 不但收藏我们现前这一生的过去生生世世都收藏在里头啊，那么这就是习气的种子啊，现然的种子在阿拉耶里头啊。第七莫那时。是支柱。 坚固的支柱。第六意识是分别，这叫三心，啊，分别心、执着心、含藏种子的心，这三心。如果说二意呢，就是讲第六、第七，它的作用很大，啊，阿赖也作用不大，阿赖也只管。 收藏，好像一个资料库一样。它很简单啊，所有的分别第六意识，所有一切执着第七是，这两个造业，前五十不造业，前五十是听命令行事，听谁听第六听第七。 这佛家的心理学啊，心的作用叫心所啊，心所法有五十一个，就是五十一种啊，第六意识这五十一种通通具足，所以它的能量最大。 啊，这个心起什么？起一些什么作用？那、啊、你也看，全明了了。那么，所以做父母的人，对小孩最大的事情，就是把他教好。 啊，他叫你家里有传人，啊，有圣贤出世啊。从理上讲，人人都是神仙，人人都是佛菩萨，完全看你怎么教。 在古代的中国，一般大众啊，对这些道理都懂。没有念过书、不认识字的人，他也懂。他从哪里学来的？他从文艺表演里面学来的。啊，中国古人。 因为学校不多，那老师也不多，怎么样教化全国老百姓的人民？怎么教的？文艺表演啊，每一年有许多集节庆，这个时候大家放假啊。 与民同乐，啊，就有些表演，杂耍、说唱艺术，啊，内容呢都是讲仁义道德，啊，都是劝孝悌忠信，所以一般人普遍都知道啊，中国这一套的艺术啊。 对中国旧社会的贡献太大了，我们也担心呢。啊，现在人都迷上了电视了，都迷上了网络了，说唱艺术没有人看，是在讲呢那些内容现在人看不懂，啊，因为他不懂得什么叫孝，什么叫顺，他不懂。 啊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民间这些艺术，我们很喜欢的、啊。啊，小孩上小学，三四年级，啊，下课回家都走路吧、啊，回家到哪里去了？ 到茶馆，啊，去听说书，啊，听说唱，我们学很多东西啊，很能吸引人呐，啊，老人没事泡一杯茶，一面品茶，一面听听说书，啊，说是就跟讲故事一样啊，啊，讲因果报应。 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啊！啊，所说的都是真人真事，不是寓言的，不是小说啊。啊，长篇的啊，你想说《西游记》，那就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他有第一回、第二回、第三回，这一回就是一次，啊，排三四十回，差不多就一两个月。啊，这些说唱的人他们是流动的，这个地方住两个月，到那个地方住两个月，所以他那个词滚瓜烂熟啊，表演的真生动。 那是教育，那是社会教育家，把人全教好了啊！所以古时候政治清明，人民安乐啊，太平盛世，怎么造成功的？这些人有大功德。 啊，这一批社会教育家啊，他们不辞辛劳，选择这种行业，学成功之后，贡献给社会。啊，一生劝人行善等物，来生天道。 他要学佛、念佛，他决定往生。他干的好事啊,啊！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。 啊，所以教之道贵以专。怎么教？啊，古人教学儿童的时代，啊，注重是怎样保持他的亲近心。 自信本善，怎么样保持这个？教育目的在此地，不是教他多读书，啊，是叫他保持。啊，上学的时候，老师接着教，啊，学前父母教，特别是母亲。 母亲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懂得这个理念啊，教育小孩的理念，教育小孩的方法，他要懂这个啊，把小孩养成圣贤的根基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扎根教育。 扎根教育是母亲的事情，母亲太伟大了啊！叫儿从什么时候开始讲？从怀孕时候开始讲，叫胎教啊！怀孕这十个月。 母亲的生口意义要非常谨慎啊，思想要纯正，没有一丝心，邪思妄念，绝对不能有，影响胎儿啊，言语如火。 决定不能发脾气，啊，发脾气，心里生闷气，因而受负面影响，啊，所以怀孕这三个月会欢喜，啊，所以怀孕有怀孕的礼，小孩出生之后。 啊，一直到三岁，这个一千天，三年一千天，母亲一定要把他管好。所有一切负面的、邪恶的、不善的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啊，这个小孩所接触的。 全是证明。全是善心 <coughs>，所以他三岁，他就会很懂事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，他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啊，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：“三岁看八十”，三十岁 <coughs> 学成的。 八十岁不会改变的，这是中国教育，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啊！我看到的时候，现在又提出了说要做中国人了。什么是中国人？这就是中国人啊！中国人确确实实超越世界上。 许许多多的族群啊，中国这一种智慧、教育的智慧、教育的理念、方法、经验，是人类的瑰宝啊！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学。 啊！人人都能成圣成贤啊！这个教育，这就是传统的文化教育，一定要复兴啊！我们这两百年收获。 迷在外国的科学，迷在这些东西上，把自己东西丢掉了，自己东西跟外国东西细细的比较，我们比他好太多啊！啊，中国这些这套东西。 能够帮助全世界走向安定和平啊，能把地球造成极乐世界？科学技术做不到啊！科学技术到今天。 科学家也发提出警告了。那科学要是继续不断往后发展，可能五十年之后，这个地球上不能住人了。这个话是真的。我们看到二战之后。 就是最近的七十年，科学发展对地球带来的灾难就知道了。科学让人有能力破坏大自然的生态，大自然生态破坏了。 平衡就失掉了，啊，灾难就会兴起。灾难不是自然，自然是最完美的，是最好的。佛教人，中国古圣教先贤教人。 都是叫我们随顺大自然啊，大自然的规律叫道啊，这不是人创造的，不是人发明啊，这叫道，遵守大自然的规则，这叫德。 啊，所以中国人主张要顺大自然，不能违背大自然。啊，外国科学完全搞违背大自然，搞得太过分了。啊，那么今天。 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核武，发展核武，研究在向上提升，这是绝大的错误。那人要不觉悟，还继续搞这个。 这就是科学家的警告：如果爆发一场核武战争，地球就毁灭了。啊，现在爆发也毁灭了。啊，每一天在研究，花那么多的军费干什么？目标是同归于尽。 大家一起死，啊！这个战争没有输赢，同归于尽呐、啊！人糊涂到基础啊，才干这个事情啊！啊，爱因斯坦是外国人，如果是中国人，他绝对不会发明原子弹。 中国人有没有这智慧？有，为什么不发明？不干这个坏事啊！中国人相信因果，制造这些核武，国报都在三途，在地狱。 这是很重的罪恶。那那么教学的方法着重在一门，归一转。转的目的是什么？转的目的是要他开悟。目的在自己。不是让他记得很多。啊，记得很多那是副作用。 不是主目的，主目的是教小孩的定，啊，因为小孩他也会胡思乱想，天天教他读书，天天背书，书里什么意思也不懂，只叫你念，用这个方法收心，啊，保持儿童的亲近心、平等心。 保持他的天真。十几岁，有啊，不少啊，十几岁就智慧开了，啊，智慧开讲，很懂道理。 啊，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，特别看议论文，你能看到的智慧啊，多大的学生呢？八九岁啊，小学二三年，这个三四年级啊，二年级学造句，还不能作文。 三年级就学作文了，啊，字一篇文章的字不超过一百个字，短文，啊，三四年级、五六年级就长篇大论了，啊，就能做差不多三百字的文章了，啊，看看小朋友所写，真知正洁。 啊，看不出他是儿童啊，很懂事啊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我们要珍惜，要爱护，要沉传，要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来学。 世界就有和平，世界就有盛世。那么人与人之间，不及他过是道德。啊，别人有过失也不必说。啊，朋友。 有归过这个义务啊，真正好朋友，志同道合啊，他有过失要劝导他，劝导的时候不能有第三人在场，为什么都要面子？这个都要考虑到啊，而且。 告诉他，顶多两次。告诉他了，他没做到，还可以告诉他一次。做不到，以后就不要说了，说怎么解冤仇了。啊，这些过去老师老人都会教我。 啊，见到别人的过失，第一个反应是自己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呢？不批评人呢、啊？啊，口业不及他过者，时有余意业之不见他。 这是大的，不见人间过是谁呀？佛菩萨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往生的条件只有三个，第一个真正相信，啊，你不能怀疑。 决定有极乐世界，决定有阿弥陀佛，啊，没有丝毫怀疑，你相信？这第一个条件，第二个条件，我真愿意往生，啊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。现在讲以民啊，以名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第二个条件。 第三个条件，一心专念，就念这句佛号。啊，经教懂不懂没关系。这三个条件具足，决定往生、哦。古往今来的例子太多了。啊，就在我们眼前的同学，啊，真干的人。 你看他往生多自在，而且都是预知时至，啊，知道哪一天走。一般念佛人念到这个功夫。 大概是三年左右，他不难呐，三年就成功了，又特别英明啊！去年年底，十一月二十一号。 东北刘淑清居、就、士、是，他发愿跟大家做一个榜样，往生快快乐乐往生啊！发心求往生，到真正佛来接引他，不到一个月。 啊，做样子给大家看，念佛人真这么自在，这么潇洒。啊，他的妹妹刘素云有一篇详细的报告。 我们这做成光碟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他在他姐姐亡生之前十几天，十六号，他姐姐是二十一号晚上。十六号好像只有一个星期。 啊，他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说出一个数字：二零1二，一一二一一二，这么一组啊阿拉伯字，他把它写出来，心里想到，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事件？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月份二十一日期十二十二点钟，啊，他把这个指头送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看了笑笑，就收起来了。果然，二十一号中午十二点一分一秒多长？ 啊，十六号得到这个信息，二十一号往生的。啊，往生之前，许多莲友啊，大家在一起聊天呢、啊，欢欢喜喜，有说有笑啊。时间一到，他就跟大家挥手再见，就走了。 这么自在呀！啊,啊，这是最近的一个例子。啊，他要做榜样榜样，因为国内有一些人对这个会基本反对，不相信。啊，对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有意见。 他来作证，他就是念这个本子，就是看这个注解，就是听我在讲，跟大家分享。啊，他说我要做个证明给大家看看，我完全依这个本子，依念老的注解，啊，依照我光碟上所说的来修行，修行时间不长。 啊，我听说只有三四年的时间。啊，他的妹妹休闲时间比他长。啊，他妹妹想做实验，他说不行，实验我来做，你还有任务，你不能走。 啊，做得这么圆满，所以不见他人过。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上说：“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。”啊，真正修道人，顾自己都来不及了。 哪有时间去顾别人？这是真的。先把自己顾好啊！所以看到别人过，第一个反应是反省：我有没有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对于这个有过失人，不但不责备他，还感谢他。 为什么感谢他提醒我？啊，我要没有他提醒的时候，就没有人提醒我。啊，他，这个他了范围很大，一切有情，经言之呢，则包括有情无情，万事万物者，一切法都是他。 啊，万事万物啊，全是教导我们的。啊，会学的人，处处都是佛菩萨在提醒你，在教导你。不会修学。 佛菩萨在面前不认识啊！一切无故，万事万物的一切法，一切无故，本质无染。 清净本然，本自圆成。受了眼睛上所说的就这个意思。我们六根。 跟外面境界接触，要懂得守住自信。自信是清净平等觉，心是清净平等觉，看外面境界也是清净平等觉。 这是佛知佛见呐，如受冷言，受冷言是梵语那、啊、意思是：一切事究竟坚固，完全是你的看法。 你从哪一个角度上去看？前面我们讲过三观，三第三观。如果从中地去看，确实一切事就竟结过。啊，用中观这个这个看法看宇宙，看万法，是菩萨。 啊，用空观多半是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小乘；用假观是三乘菩萨，没有见性的啊，是法界里面的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。啊，他们是假观，中观呢，那是。 粗著以上，著十宝庄严图。又如圆觉，这圆觉经上的话，著界定会解因奴痴，俱是凡心，有一切烦恼，必尽解脱。是故一切平等，无有可及者。 啊，你讥笑别人呢，是心里头不平等呐、啊。真正到平等，就没有可及的为什么会平等？因为不管是善法、恶法，都等于零。啊，空的嘛，不可得这《般若经》讲的好啊：“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” 啊，所以一切善法等于零，一切恶法也等于零，零跟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真正懂得三观的人才行啊。没有这个程度不行，啊，没有这个程度，他有烦恼，他有习气，啊，他有分别，他有妄想，他有执着。 啊，把这个世界搅和乱了啊！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自信清净心就是真如自信，真如自信一尘不染。金总理说得多，说的详细。 净土宗叫常寂光，啊，常就是不生不灭，寂就是清净，丝毫不染，啊，光是光明，它没有神像，它也没有心相，七心动静相没有，这身像也没有，什么像呢？ 一片光明，啊，身心都融入光明当中，啊，好像我们这个房子，十几盏灯打开之后，光跟光都相相融了，啊，那么入长集光，给设方一切祝福如来都在长集光，光光相融，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。 一切祝福，无量界修集的功德，跟我相融的，我能不能用到？当然能，我跟你用成一起吧，怎么会不能呢？祝福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难，无量的相好，我通通都用上了啊！祝福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祝福的，自他是一，不是二。 啊，这个是学佛最后的目标，啊，圆满的目标。这个境界，《华严经》称为妙觉，啊，最高的果位，啊，等觉还达不到，等觉还有一分无时无明的烦恼。 没断干净的等觉菩萨，这一瓶断净了，他就回归长寂光了。回归长寂光的时候，十报庄严图就不存在了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报图是例外的，没讲。 十报图不是生灭法，但是它正德的时候它现，圆满的时候它就赢了，它就没有了。隐现不能叫它生灭啊。那么能不能叫十报图常现现呢？能，那肯定的。一般大概都是为什么？那个里头有。 四十一个阶级的菩萨在那里修行，这些修行人都需要帮助啊！只有妙觉如来，道家慈航，回头回到十八陀里头帮助他们，是这个意思啊！阿弥陀佛。 在长极光里面，称为法身佛，法身没有相；在十暴图称为报身佛；在方便图。同居图称为印身佛。啊，但是阿弥陀佛很特殊。 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现的神同居图现的神方便图现的神，通通是报身，这个太稀有了。啊，不像释迦牟尼佛，我们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图 他在我们这个世界现的是应身佛啊，极乐世界也有个道理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说说，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。 第二十元，有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皆作阿惟越智菩萨。啊，阿惟越智的菩萨是化身菩萨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。 啊，也使极乐世界无比殊胜。凡夫要修成法身菩萨，一般经典都说要修无量劫，这么长的时间。啊，可是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马上就得到，甚至造作种种不善。 啊，是真正不得了啊！啊，造作无逆，受无逆是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造这种罪业是无间的狱。 啊，假使有个人，他造了，真正造了，无念是无。啊，但是他回头了，他忏悔了，他认错了，后不再造了。这样的人念佛都能完成。显示出阿弥陀佛无尽的慈悲。 啊，第十八愿的时候，不但讲无意识物，后头还有一句啊，回谤大臣。啊，回谤大臣的罪是最重，没有比这更重的，都在无间地狱，出不来。 啊！可是临终一口气还没断，这个时候忏悔、认错，啊，对于净土法门深信不疑，发愿往生，念这句佛号，十年必定得生。 这是这个法门书生到极处啊，没有能比啊！那我们要问，能吗？能，什么道理？ 因为一切法是从自信生，自信是纯金纯善，没有我，是假的，我是迷的时候才有，觉的时候他就没有了。啊，觉放光啊，光照黑暗，黑暗就没有了。 理上讲得通啊！一念觉悟，自性光明普照虚空法界，跟佛一样。 所以，我们要把万事万缘放下，恢复到身心清净平等，用清净平等性看这个世界，你就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啊，能看到这些人。 早已受报啊，有缘能劝他，劝他他能相信，他能回头啊，真真幸运持名，这个人得多。 啊，不能的，给他阿里也是种种子，叫他知道有阿弥陀佛，啊，阿里也是有种子，将来一定有缘，这个种子会起作用。 啊，最后必定往生极乐世界。下面善护深夜，不舍律啊，律是戒律，仪是仪则，是威仪，啊，是规矩。我们今天讲礼貌。 大乘一章第十，有说：“言律仪者，治恶之法，说明为律，行以律戒，故号律仪。”啊，治恶。 无戒是止物。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啊，这叫植物。佛定的这个法，这个法就是律，像世间人的法律一样，一定要遵守。 啊，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很多。啊，古时候学佛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要从戒律下手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所以现在佛法衰了。啊，我们在今天。 只看到斯里兰卡这个国家，啊，佛法还存在这个国家里头，啊，怎么存在？它是小城。小城的经律论在那一边普遍弘扬，全国人民都能遵守。 啊，他全国人民佛教徒占百分之七十八，佛教,教徒啊，总统带头，总统每天早早晚课。去年十一月我去访问。 啊，到达克伦坡，我们就进入总统府。啊，在总统府里面吃午餐，跟总统谈话三个半小时。啊，访问九天。 我们见面四次，啊，每一次最短，大概是一个小时。啊，参观总统府的佛殿，啊，没有想到他的佛殿是在院子里头。 在菩提树下，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树，佛像呢就供在菩提树下面，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。啊，他的早晚课每天在树下做，我看到很感动。 小成落实，好啊！好在哪里呢？真正是大臣。可以建立的缘分啊！没有小成，大臣是假的。佛在《佛藏经》里头说的，不是《大藏经》。 单单有一部经叫《佛藏经》，分量不大。啊，佛在这个经上说过：“佛子、佛弟子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，非佛弟子，佛不承认你，你是弟子啊？”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，小乘几乎。 全部传到中国，啊！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南传巴黎文的藏经，就小正经，跟我们中文藏经阿含部一对比，啊，南传只比我们大概多五十部。 完全是三千多步，啊、哦，五十步都五十步，差五十步算不了什么。啊，可见的我们当年对小陈的翻译很认真。啊，小陈有两个宗派，巨蟹宗、成实宗。 啊，这两个宗派到唐朝的末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因为唐朝中叶，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不学小乘了，把小乘放弃了，怎么办呢？用如根道来代替。 儒道是我们本土的文化，非常亲切，而且内容呢不亚于小乘，用它来代替可以做得到的，所以我们这样就换了啊。那么这一千三四百年的沉积可以证明，祖师大德这个做法没错。 啊，唐宋元明清，世世代代啊，都出高僧、高师，都有成就。这就证明，啊，用儒道来代替小乘可以。啊，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儒道不学了，小乘也不要了。 大臣变成空中楼阁啊！佛教在今天为什么这么衰？原因要知道，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包括佛教、啊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。 这三个缺一个都不可以啊！佛在中国，把中国的儒、跟道都融合了，都融成一体了。在形式上有分，实质上没有分别。啊，学佛的人读四书十三经，读这个。 啊，读老庄，这道也读修。啊，道长读佛经，读儒家经书，儒家的学者也读佛经，也研究道。啊，所以实际上早就融成一体。 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。啊，决定不能少佛了，少佛，我们的东西不能向上提升的。这个话是唐文比说的。 王安玲曾经说过：“古时候中国人心量很大，能够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的佛教、啊、汉朝那个时候的人啊，佛教。 不是自己传到中国来的，是中国的皇帝知道。啊，西域由印度佛教在那边流传，派特使到那边去迎请，啊，皇上把佛教请到中国来的，哎、啊，请来之后。 朝野一接触，对佛教就非常欢喜啊，就把这两个法师留下来了。啊，佛教是这样传到中国来的。那么紧接着就是大量啊。 做翻译工作，从梵文翻成中文，我对于这种事情有疑惑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 我们看一篇文言文。我读书的时候，教科书里头还有文言文，啊，有老师翻译的，有专家学者翻译的，翻译都不一样。说老实话，原汁原味翻不出来，因此我就想到。 梵文翻成中国人，会不会有错误？这种有怀疑。啊，我问过方老师，方老师是个学者专家。 他告诉我，古时候中国人跟现在中国人不一样啊！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啊！啊，古时候中国人有非常强烈的自信心啊！因为我提出问题。 为什么那些梵文经典到中国来的，到现在一部都没有留下来？到哪里去了？不见了？这什么缘故？老师告诉我的：中国人有强烈的自尊心。啊，说明翻译的意思绝对没错。 啊，敢说这句话，没有犯错。啊，第二个呢，肯定中国文字比印度的梵文还要华美。换一句话说，翻译成中文之后，学中文的佛经就够了，梵文就不用学。 这是古时候的中国人呐、啊，跟现在完全不相同啊！现在中国人可怜呐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信心，甚至对自己国家民族都没信心，从哪里看出来？ 啊！多少中国人到外国去卖房子，把钱存在外国银行，为什么中国靠不住，外国靠得住？不就是这个念头吗？极大的错误啊！我遇到真正好的学佛的同学，我都劝他回国来。 这个世界灾变异常了只有中国这个地方灾难之轻啊！他问我为什么？这是祖宗之德了，老祖宗有的，我们缺的不过是两百年了中国历史的一万多年呢。 一万多年都是积功累德、断恶修善。最近这两百年，这些儿孙不孝顺，所以有一点小灾难，惩罚惩罚，不至于要命啊！啊，我是从这个道理上看的。啊，外国不行的，外国没有这个积功累德的因呢，没有这个东西。 灾难来说，抵不住啊！啊，我都劝大家回来。啊，对自己的国家民族要有充分的信心。啊，啊，对目前是政府没有信心，要对祖宗有信心。 啊，是对祖宗没有信心，你到外国去更靠不住啊！外国一病动，你怎么办？啊，真麻烦！我这些年走过很多国家地区，我看得很清楚。 啊，连科学家都提出化解灾难的方法。啊，美国布莱登量子力学家。啊，前年、三年前，在悉尼，这些科学家。 在那边开了个会，啊，两天。第一天报告、啊、量子力学最新发展，我看到这个报告很欢喜，跟佛法越来越近了啊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不属于宗教。 是属于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啊！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！量子力学家的最新的发现，居然在《大乘经》里头，《大乘经》是释迦牟尼佛两千五百年前讲的。 他们现在才发现，你要是细细去看佛经，你就就会感觉到合情合理、合法。 啊，教人做人，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善人？啊，真正善人，齐心动念与心德相应。啊，佛教没到中国来，中国的信德就建立了五伦。 是道啊，道是自然法则，不是哪个人发明的，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自然的啊，父子是道，夫妇是道，兄弟是道。 君臣是道，朋友是道，无人是道，说明人跟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啊！寻者道，不违背道，这就叫德。 的五个字啊，仁义礼智信。五个字，仁爱人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是仁呐、啊。啊，就是亲爱的，发扬光大。 啊，让你能够爱一切众生。啊，第二个是意义，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行为，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这叫意义。啊，面面都顾到啊。啊，第三个理。 你是人与人在一起生活必须遵守的规律啊！如果大家不讲规矩，这团体就乱了啊！礼是规矩，世世代代中国人都遵守啊。国家政权。 掌握到了，你看中国历史，二十五史，啊，绝大多数政权建立五年就颁布礼乐，啊，皇上颁布礼乐，全国人遵守，社会就有秩序了，社会就不乱了，啊，这一次。 一百年了，满清王国一百年了，没有颁布理由。啊，没有颁布礼乐就是乱世。下一代的人写历史，写这一代是乱世，没有理由，就是说没有规矩。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！啊，礼仪完全从事上讲。啊，下面一个是智慧。啊，智是理智，叫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有理性，不能感情用事。 感情用事就会遭罪业啊！要明理啊！最后一个是信，人要讲信用，决定不能欺骗人。仁义礼智信，五德了。这个五德叫常，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啊！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行得通。啊，五能是大道，五常是大德。啊，五常跟佛家的五戒完全相应。啊，不杀生是人。不偷盗是义，不邪淫是礼，不饮酒是智。 不忘于是心，跟佛家无解完全相应。人能够坚持坚持，把五伦五常做到，佛说，来生他生人天两道，他不会多生，我道。 啊，这就是善行善念的标准了。佛家定的标准，跟中国老祖宗不谋而合。 那个时候，那个时代，印度到中国距离非常遥远，啊，交通靠步行，再就是靠牲口，骑马、骑骆驼。 啊，没有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了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文化传播要靠真正的发现人发现。那是吃尽千辛万苦，把这些典籍运送到中国来。 啊，中国人也用相当长的时间，啊，有规模的翻译，翻成中文经典，不是容易事情的。为什么要翻？它是宝。 确确实实能帮助我们做一个一生快乐、幸福，而且又能够获得真实智慧啊！物质生活方面，佛家说的很好，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 有求的理论，有求的方法，遵守这个理论，遵守这个方法，如理如法所求，这个得到是正确的，不造业啊！不正当的手段得到，那个有罪。现在谁能够享受？ 未来会吃苦头啊！国家法律没有制裁你，因果逃不过啊！从前读古书的人都知道。 有新思潮，《自持记》里面说：“通禁制止明律。”这把“戒律”两个字的名字要搞清楚啊！通禁制止，也就是哪些事情不能去想。 不能去说，不能去做，这叫境界。啊，都是与性德相违背的。啊，性德是仁义礼智信。换一句话，相违背的，不仁，不义，无礼，无智，无信。 这是决定错误的啊！所以佛是境界。你看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啊，不妄语，不言求。这个五条通戒，在家出家都要遵守。 学佛不学佛也要遵守做人的道理嘛？那佛法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你怎么能向上提升？啊，造作有相，这叫依，依是外面的唯一。 别人能看得见的言行举止，统统有规矩。出家必求。要受两百五十条戒。 这两百五十条，实际上真正实践的不多，大概只有三十几条，其他的呢全是唯一啊，包括行住、坐、卧。 都要有样子，有疑有责。啊！大家看到欢喜，向你学习，啊！那么这些表演都是教学，不但是开班呢，跟大家讲经说法是教学，啊！出门。 一举一动，都在教社会当中。啊，要向出家人学习，出家人成为法师。啊，师就是教人的，就是给别人做榜样的，做模范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